好，现在是开启超级防守阵，然后我现在来三重的这个河滨公园河堤这边，然后来做手持录影。那现在就是在河堤这边走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超级防守阵的效果。那我走一段，大概录个一分钟。好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防守阵的效果。这是用 OnePlus 8 Pro， 然后来做手持录影。那现在全程都是用手持的方式在做录影。那开启超级防守阵啊，它会不能切换镜头，也就是说你只能用单一颗镜头进行录影，在录影的同时不能切换镜头。好，现在我已经越走越远了，可以看一下在录影的同时它的防守阵效果。好，我转个方向。那待会我同样也会再录一段这个同样的画质，但是把超级防守阵关闭，然后用同样单手手持来录一段。